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感恩各位大菩萨在美丽的星期天早上，特别赶到十里客来护持，让正法得以久住，让我们共同感恩云端听课的大的朋友常年的护持，祝福大家美丽星期天福慧圆满。阿弥陀佛，大家请坐。讲出来的都不对啦，就像礼拜四的同学没考必有错，就讲了 N 遍 N 遍又 N 遍了，为什么会错？没有思维嘛，他全然都是把师父的东西全然照抄照背，对吧？你照抄照背是没用的，你要用上去，你日常生活要用，你没用的话考出来就是很惨嘛，对吧？每一个训练都在考你，让你起烦恼，你要学会放下，这就是训练的目的。好，来 ，one two three go， 一次了哈。好，张兆麟。法师跟各位学长大家早安哈。嗯，这是这个图跟上面的东西几乎是一致的哈。嗯，我们从水池所谓的镜面里面来看到，我们看到所谓的我们镜面的万象，它是它的所谓的投影反射所显现的。它是一相、二相、多相。那上面这句话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现象界的一切，都是我们阿赖耶识所投影的。对，它是一影跟多影。一影跟多影呢，就我们唯识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六根跟六处，我们根尽合合之后所显现的。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我们唯心所现的，对，希望唯识相。对，借此这样的认知，才能够在我们的事物上，能够是逐一去体悟。那个我们经典上所说，好，谢谢。好，非常好，非常好。然后西医镜面起，这个怎么解释啊，张兆麟？基本上是说，这些都完全都是我们自心所显现的，就是万法唯识，这个万法唯识，或是我们所谓的万物唯心所造就对了。好好 ，OK， 非常好。这边有吗？好，来。张明正好了，因为张明正比较少发言，对，对，让他先发言，对，一定。师父好，我张明正好。其实我对这方面真的是比较感受比较没那么深，但是他从这个一影多影，要学呀、啊，一影多影是一镜面，就是说现象界的风情万种，一影多影，但是他背后那个一镜面，就是说都是一个同一个，他不会受影响的。类似我们终极本质一个不受影响的方面呢，它背后有一个不如如不动，但是前面你，什么叫什么影线，那个叫什么？反正我一说什么来，它就现什么影。那你只要来一个就现一个，来多个现多个。但是呢，那个镜面就是那个终极的，它是不动的，它不会受影响。我的体会是这样。好，非常好，非常好。蒋璐啊，该你了。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璐华。直觉的是第一个，这个有点像法师以前的“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感觉。对，那再来，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你就是吸一镜面。我是直觉反应，有一个是你第八阿赖耶识，我们照做什么，它就像一个镜面，它就是一定会投射出来，变很多现象界的东西让我们去面对。再来，这镜面就有点像是地讲的是第八世的那的照做，它一直强化，让我们这个影像一进去的照做会最后会幻化出来。好，所以张兆麟、张明正都把这个一镜面，指涉到
终极本质。蒋露华是把这一镜面，一镜面指射到第八阿赖耶识，对吧？第七是怎么现行啊？你乱掰，乱掰啊！这边有啊，陈明义，你越讲越好笑了。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哇，我用悄悄，哎，我是我的焦点会放到多影那边，就是。多影就比如我是想到与一为成见宝王刹，就是用宇宙全习惯的这个角度来说，任何来阐述，对对对、对，就本来就是每一个影像都是相互融摄的，每一个影像是相互融摄的，就是 OK。那重点是一镜面这句话，最今天整堂课最主要要讲一镜面。这一镜是、他们两个都说这是终极本质，蒋露华说这是第八识，然后自己又乱掰掰了第七识。第七识是一定不对的，你不能乱。因为我也是乱掰了，就是看你们的那个创意嘛，看你的。因为既然是相互融摄，所以七识是不，他们就是一，就是一就是终极本质。好，林柔师父学长们，嗡阿弥陀佛，我是林柔，试着回答。我从今那个图面来看的话，让我一个想法就是说，不管我们任何的造作，这是一种就像镜子一样，看到我们之前的造作，就是从镜子反应过来，就是看到我们的本性。对，所以这个镜面是本性吗？对，你认为镜面是本性 ？OK， 好，还有吗？还有人？好，翁翠萍，你知道礼拜四的班哪一个人最耐 K 吗？你们知道吗？我是问他们嘞。你不能泄题啊！对，是翁翠萍，对他真的是非常耐 K。学习轩是有两个最耐 K 是谁啊？钟宪丽跟尤娟，对，钟宪丽跟尤娟，你一定要耐 K 才有可能变成大成就者，没有一个大成就者不耐 K， 整天喜欢听什么观音法门的，哎，你要成大成就有困难呐、真的。好，来，师父、各位师兄，嗡阿维拉吽恰爪，弟子翁翠萍试着回答。首先要感谢师父肯不时的 K 我，让我能够警醒啊，对，什么做错了，不该怎么做。对，那今天我看到那个封面图，我也是想到那个千江有水千江月。你在地球上所有的水上，你看到的月其实是同一个。所以我看到那边，我想到的事情也都是最后也是归一，也是终极本质、我是这样想。一镜面也是终极本质。OK， 张兆麟要改答案了。好，哎、所以你看这样子，你的思维震荡你会进步。你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震荡，全然照说 one way input， 到时候。dementia 老年痴呆。我是跟各位同学好，第二次发言。好，可以说是胜任，没有说说一镜面，基本就是我们讲的坐相跟无坐相。我们一切法无二义的无二，我们这些对无二义的超越二元对立，超越二元对立还是进入终极本质。它基本上就是已经根据你的境界，你对这个体会会不同。它基本上这边靠是说。它是坐相，也是无坐相。坐相跟无坐相本身是一路平等的， okay. 完全看你的心要怎么去善用其心。OK， 给他掌声，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你们一定要学习啊！真的锲而不舍，给他掌声鼓励，这不容易啊！真的求法，你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嘛，一而再，再而三。师父说不对，不对，不对，那你就继续在想，到底。怎么一回事，对吧？我刚刚为什么要 K 那个
天翁翠屏，我说哎，陈明玉都已经那么晚了，你别讲话了啊。我说那么爱讲话，你就是翁翠屏那一组啊。翁翠屏就在我后头，他马上就说我没有讲话，你看吧，这种人是不是欠 K 啊？标准的欠 K， 你现在没讲话不代表你任何时候都没讲话，所以我马上就举证。上一次他给人家礼拜四录影都没录啊，都没按啊，一两个半小时他都没警觉到，他没按。那天他大内班长，然后七点都已经到了，他跟林柔在聊天。所以我要修理一个人，不会，你现在没讲话，然后你就是没讲话。我有一次，我说哎，林柔是最喜欢说谎的啦，你每一次都被我逮到，我笑笑的跟他讲，哎，你又被我活逮了，对吧？然后翁翠屏也说我没有说谎，我说你记住哈，你记住你没说谎哈，我哪一天举证出来让你无处可逃，是不想要修理你，你不要以为你是圣人了，剩余的人，好吧？所以修行人一定真的行住坐卧要非常的小心啊。当人家讲你的时候，你要反思，要内省，而不是刀口又朝外。哎，我没有哦，你看，哇、哦，好家在哦，我没有哦，你怎么会没有啊？你们的根性是怎么样？我怎么会不知道？一进来看了就知道，不想讲而已嘛，对吧？好，那这个一进面都不是啦，也不是终极本质，然后也不是阿拉耶识，都不是。你们因为你现在都在讲终极本质，所以你们大小事就推到终极本质，这个是可想而知的啦啊。然后也有人把这个推到第七莫那士啊，这个我认为他是天才了哈，超级天才。对对对对，是不是那么简单？我会把它列为主题，一定有它的用教化的意涵在啊。首先来分享，这是什么图啊？你们知道吗？1, 2, 3, go， 知道吗？泰姬陵，泰姬陵，对，也可以说泰马哈陵，泰马哈陵。戴安娜在这个前面照一张很落寞的像。哦，是，这个是，中国最强大的是哪一个朝啊？强大。最强大，最强大，我跟你讲过，元朝，蒙古。蒙兀尔王朝的皇帝盖了给他第二个王妃埋葬用的，第二个王妃就是埋在这儿，当然是还没死就盖好了，然后他自己也埋在这儿，陵嘛，陵，是这个陵，有没有陵墓的那个陵？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landmark， 一个地标。对，那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说中国最强大的是唐朝 ，no， 是清朝 ，no， 是元朝。元朝的版图可以拓展到土耳其，哎，你看这么强大，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强大的那都是外来的种族，对吧？元朝是蒙古嘛，对吧？清朝是满族嘛，对吧？都是外来的那个种族，对。好，那我就是借这个图，跟大家分享。去南亚，然后让就是我们华人也是去南亚。南亚哦，南亚。对，南洋，对他们。南洋，对。我们是外来的，而且在那边发扬光大。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印尼会排华很严重？因为中国人早期移民到印尼的都很吃苦耐劳，非常的吃苦耐劳。那你知道印尼是很热嘛，天气很热，所以他们就习惯就懒散了。可是中国台湾人到那边去还是跟台湾的那种打拼的精神是一样的，特别移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就更吃苦耐劳，所以那边的首富啊，一富二富三富几乎都是华人。
久了以后，他们就对华人特别怀恨，怀恨他们认为华人是去那边掠夺他们的财产的，所以就会就是杀害华人啊，或者是排华不准使用汉字的文那个书啊。因为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我也要经常要到印尼去嘛。有一次我不小心带了中文书，都被没收哎，在机场就被没收了，他根本不要你带进去，不让你带进去。然后我给他20块美金，他又还给我。所以那个贪腐很严重，非常严重。可是现在的印尼啊，你真的不能小看他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国家强不强大？你怎么看啊？你怎么看？你们怎么看？这个国家强不强大？他一定有一些迹象嘛。对，那还是我的答案嘛，对吧？你看，印尼那个 APEC 会在那儿，还有气候变迁的会议都在那儿，为什么呢？因为他除了群岛最多嘛，就是整个世界他是群岛国，他就是非常几200多个群岛这样组成的。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他生产镍啊，现在是不是镍拿来生产电池、干电池？它生产镍是全世界第一啊，所以它逐步在展现它的经济的实力是不可小觑的，所以很多大型的国际会议都跑到那去召开了。对，没有大型国际会议来我们这嘛，就花博对吧？对啊，是啊。外劳，可能我们变外劳，对，有可能啊。而且我们对印尼，我们真的很非常很不好。真的吗？不是，我们真的用很好的。哦，没有，但是。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们对印尼用不好？我可能小部分，少部分，少部分，不要一片感情的。那张兆麟的府上也是印尼佣人对吧？张兆麟对他多好，还请师傅花钱供养师傅，请师傅帮他回向哎。人家怎么善待佣人对吧？好来，提到那个我们叫移工了哈。那个。基本上我认识大部分的所谓的印尼移工跟他们宗教有关。对对对。他们所以说他们非常善尽他们的职掌大部分。所以说那个因为那个个案的我那个都是个别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像越南的一些移工因为他们有一些有华人系统或是相关的系统，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他认为那个是所谓的 secondary job， 就是第二次级工作。那印尼移工普遍我的观察啦，普遍来讲，他们都把这工作当做他们应该做 的工作，做工作。如果你跟他又是互动良好合理的话，那更好。对对，所以，蒋露娃听到没？你要跟人家互动良好啊！你的每一个佣人都互动不良，印尼的佣人也不行，那个什么。菲律宾佣人也不行，只有一个越南的佣人，那个是以前没做过，那很乖，真的很乖，非常乖。对，但是3年到了以后，他先生要他回去，不准再出来，对，就没有了。以后他请的佣人都，我看他都气得要死。对，那这个没办法，对吧？请佣人就是。你只能把它想成它就是我多一双手这样子而已啊，你没有办法让它做得跟你一样历练嘛，这是没有办法，这是观念错误啊，对吧？你想要它做得跟你一样历练，那你就要训练，像师傅这样子训练，对吧？
训练久了他就知道要该要怎么做嘛，对吧？你没有训练，马上要教他这样做就没办法，对。好，那今天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许大家的概念以前都是错的啊、哦。这个一镜面讲的是第六识分别识。所以我说《解深密经》，我当初要挑这个《解深密经》来讲哦，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像第六识常常都会被我们忽略啊，对吧？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就讲说，你看到了这个影子，一影也好，多个影也好，因为它有多影啊，对吧？这个主体建筑物主体的倒影，这一个影，天空的飞鸟两个影，这个美女三个影，树四个影，这个塔，对，这是清真寺。刚刚有讲到说跟宗教有关，对，没有错。但是宗教不一定是，我举的例子说印尼欺负华人是侧重在经济上，因为华人在那边是非常有钱的。好，那所以你看这个，我特别挑这个图哦，所以我说你一定要仔细的，每一次你想到第六识，你要想到师父为你找的图嘛，这多不容易啊，对吧？我挑这个图有一影，也有多影，这么多的影。他说，你看到这个一影跟多影，你以为这个太极灵的主体有，因为你看到它了嘛，所以你以为你的眼识里头有一个第六识在分辨嘛。然后你看到多影，有可能是你听到飞鸟的声音，所以你用耳识，对吧？然后你嗅到这美女的香水味，你用鼻识。然后你又想说，哇，这么多这么多，我一下用眼识，一下子用耳识，一下子用鼻识。那每一次我用眼识的时候有一个分别识，我用耳识的时候有一个分别识，我用鼻识的时候有一个分别识。他说这是大错特错，是你用的眼耳鼻舌身通通只有一个分别识在帮你工作，这样可以理解吗？只有一个。所以楞严经里头讲，楞严经有讲总共有几通啊，楞严经最喜欢讲这个通那个通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嘛，对吧？楞严经，那楞严经总共有几通啊？它总共有25通啊。通就是透过耳朵可以有神通，进入禅定的功夫，这个叫通。有25神通，25神通来说，如果你善用第六识，你每一次看到电风扇，你是用眼睛嘛？那你就借由每个礼拜我都要看到这个电风扇来历练，知道我这个时候我看到电风扇，那这个就是我的那个第六识在起作用。哎，你吹到旁边去了，要吹靠我，靠我，对，好好好，对。那然后我闻到那个香炉的味道，我用鼻识。每一次你都这样子训练，你知道说非常确定，这个就是第六识在工作。久了以后会怎么样？有没有一种状况，你是眼耳鼻舌身意一起起作用？举例，美，对，太好了，吃东西你不是眼睛看一块肉，手上夹一块肉，心里又想着另外一块肉，对吗？夹肉。我又听到别人在吃，不是耳朵又听到别人讲那一块肉不好，再换一块，对吧？所以吃，对，非常好，非常好，我是这样历练出来的。就是你每一次眼耳鼻舌身意同时在工作的时候，你当然不是等这个时候，其实每一次你有眼识，你就要注意到，注
提醒自己分别时在作用，到眼耳鼻舌身意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会混乱，否则你必然非常的混乱。所以眼耳鼻舌身意一起工作，然后你又不混乱的话，就相当于六根的圆通啊。你的六根已经可以完全工作，然后不干扰你的思绪。师父，我不太懂，是说眼睛看到豆腐的时候，要知道就是眼视在产生作用。嗯，你不要讲，因为你这样不晓得要讲到民国几年，你才能够阐述。当我在吃饭的时候，我看到桌上的菜，然后眼耳嘛，耳朵蒋璐华在讲说啊，今天的那个陈明玉供养的药师非常的好，他我在听了眼耳鼻，我闻到那个胡麻酱的香味，眼耳鼻了，同样都在吃饭了，舌我开始吃了，我品尝这个美味了，身我不是要拿筷子吗？对吧？然后我也用意啊，我自己也在辨别。蒋璐华跟我讲陈明玉的药师很好，我自己也在了别是不是真的啊，这不就是全部都用上了吗？全部都用上的时候，你是最容易混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训练你们耕耘阅读量？你耕耘阅读量就是从一个角度切进去训练，然后你会慌啊，然后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其实哪是你时间不够用啊，对吧？上班的人那个谁啊，钟先立，他昨天也是那个大内啊，他也是阅读量的大内，而且他们昨天一整天都在培训啊。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打电话给他，我有事情急着找他啊，他们的办公室吵得不得了，跟菜市场没有两样。我说为什么这么吵？他说我们在培训呢、啊。哦，吵得不得了。你看吧，他这么忙，他也在跑阅读量哎。你要知道，他不是不用跑阅读量，他还是一个产业群的协调官。协调官就是他要领导那个产业群，要统计他们的功课。看他们的起早有没有合格啊？事情多得不得了，人家怎么都做好了、啊。他昨天很厉害，他昨天打败福建，福建，我说以前老油条在那，就很多的老人，绝宣的老人都在福建嘛，他们就是四大气出啊。然后所以留下来的福建帮特别烂，那阅读量也特别烂。后来就逐步被我淘汰了嘛，对吧？现在换来的福建帮，都是非常勇猛精进，反而北京帮都是老人了、啊，尤坚老人对吧？钟先立老人对吧？张莹进来两年多、不是老人，但是他也没什么太大的办法。跑阅读量，以前最厉害的是尤娟，跑阅读量特别有办法。现在尤娟业障深重的不得了，因为她脖子这里紧，痛，这里痛，我叫她去看病，她不去看，引发她头疼、背也疼，所以就没办法了。昨天那平常那个谁啊，钟先立他的阅读量也跑得不太好。后来我不是有传授方法吗？他看到那个方法，他就拿起来用。昨天他是长久以来北京衰落了以后，他反败成功了。所以你们要抱怨什么呢？对吧？太多的抱怨了，太多的抱怨，你都没看到人家怎么在耕耘，人家怎么在修行啊，对吧？一定不要这样子做，你抱怨太多对你自己没有好处，因为没有，你就是不可能成长嘛，对吧？你老是刀口朝外嘛，刀口朝外嘛，给你那么多的条件要训练你，你不堪调教啊，那我有什么办法？最后也把你开除掉了，对吧？
不堪。那些被开除的人是怎么被开除？屡劝不听嘛，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不听，谁有那么多时间理你啊？那只好把你开除掉嘛，不是吗？都是这样子来的啊，你要知道啊，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在觉先，觉先是零资产哦，你要知道，用的每一分钱都是众生的血汗供养，你要知道，众生的供养得来何其不容易，何其容易，太不容易了，而且众生也是这么辛苦，在供养啊，有些众生他根本就是嘎三点半在供养你啊，对吧？让你在那边躺平吗？毫无意义嘛，完全没有意义，没良心嘛，是不是？好，所以他整个的意思就是，当我看到一饮，一饮就是我在吃饭，这是一饮吧？多饮就是我吃整套饭，眼耳鼻舌身意都用上了。他说是同一个分别事在作用，而不是眼睛看一个第六识，耳朵看听又是第二个第六识，或者说耳朵里头有第六识都不是。他要厘清的是同一个镜面。他为什么用镜面呢？镜面就是说，他会反射过来让你看到你心里所想的嘛，对吧？我现在吃饭啊，我现在起烦恼的样子啊，或者是我在思维的样子啊，他会 reflect， 就是反射过来让你看嘛，对吧？所以一饮多饮都是同一个镜面起来的，都是同一个镜面起来。所以你看《解深密经》，你如果没有解说的话，其实真的很困难，你没有办法理解它的要义在哪里，所以它才叫做密经嘛，解深密嘛，对吧？我发现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在讲终极本质，你们就所有的答案都集中到终极本质。我们现在在讲第六意识，你看吧，下个礼拜我又要讲第六意识，你们又把所有的答案都集中到第六意识去了。啊，我打错，阿陀那三意，我讲过这个黄线以上就是上个礼拜的，对，怕你们忘了没有办法连接下来嘛。阿陀那三意有哪三意啊？谢明宗来了，谢明宗越来越棒哈，好，林柔。是手长、直长，还有手长是直长，直长你讲啊，手长、直长，还有圆长，圆长有这个吗？人长，能长，那个是阿赖耶识的三个功能，而不是阿陀那的三意，不一样。你答得很好，但是那个是阿赖耶识的三个功能。阿赖耶识也除了这三个功能以外，它为什么能够现形成宇宙现象？为什么？礼拜四的那个什么，礼拜四播出的是叫什么？圣贤语录就有提到为什么阿赖耶识能够变现成为宇宙万象嘛。除了这三个以外，除了这三个功能以外，它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叫做初能变嘛，有没有？对，播出你不是播出了，然后你转发完了就没事啊，这样对你没有帮助啊，你辜负师父的辛苦啊，对吧？不对，对。好，该你了。师父，各位师兄，嗡阿维拉吽恰扎，
弟子翁翠平试着回答阿陀那三义。好，第一个就是就是相当于第七世莫那世，他就是随身足足执持哈。你看他又在背了，随身足持执持。他连那个文言文都背出来啊，千万不要这样子。是他就是第七莫那是他随着他所执持的那个心事的那些念头，然后跟着他去发展。嗯嗯嗯。然后第二个就是相当于第八阿赖耶识，他就是含藏所有这个造作的种子啊，然后储存起来，然后。第三个就是前面六世的这个动造作的反应这样子。你我还是奉劝你真的不要背了。最可怕的学为时就是死背冥想，这是不可能有发展的，真的不可能有发展，那是方法完全错误嘛。你们现在阅读量为什么耕耘不下来？方法有错误嘛？比如说你吧。我跟你讲，九点到十一点跑，跑完一点起身，师父起身，你也要起身。一点到三点，然后你每一次都说：“哦，我一觉起来已经五点了。”所以你要纠正的是你的起早失败啊，而不是你又回去用你的那个烂方法。那你要学到什么时候？你想办法纠正你的方法嘛。你因为你的方法一来对你的身体不健康嘛，对吧？你现在都已经高血压高到那么高了，你还要再继续熬夜吗？真是太离谱了吧，对吧？事情一定不是这样子做的。修行你一定要先深化义理，你的义理正确了以后，你要开发方法，世间的方法，出世间的方法，你双管要并进，而不是修行没那么简单，不是来听听课这样就好了，这样子不会进步啊。这样变成共高我慢呐、啊，所以翁翠平他是他有准备，他有复习，但是他的那个死背的方法，我始终是不满意的，不能这样子做啊。阿陀那三义，第一义就是第七阿赖耶识，第七莫那识，他会执持着那个种子。让它不灭失嘛，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肉体啊？我们这个肉体为什么能够一直存在着？是因为阿陀那识它支持着那个种子，重点在支持。第二个就是阿赖耶识的重点，他说。它是摄受阿赖，摄受我们整个身呐、啊，然后同安为，就是阿赖耶识只要一灭的话，他说阿赖耶识一灭的话，我们的肉体也灭了，我们的肉体灭，阿赖耶识也灭了，对吗？当然不对啊，因为1963年 Sir John Eccles 已经证实，灵识是不会死的，即便我们人就是脑死被判定确定是死亡了以后，阿赖耶识依旧有生命存在的活动的迹象，生命活动的迹象。所以第二个阿陀那三义里头的第二义，你就不能把它解释成为同安为的意识，它是同安为啊，但是你不能把它解释为你的肉体死亡了，阿赖耶识也死亡了。不是这个解释啦，你不用等到死亡嘛。他的同安为的意思是说，你造善的种子，那你将来要面对善果嘛；你造恶的种子，你将来要面对恶果嘛。这不就同安为吗？对吧？所以我就说，你看经解哦，真的一定要很小心，有的经解真的是不能看的啊。啊，把它解释成为阿赖耶识死了以后，我们肉体死了，阿赖耶识也去死了。那他说这样同安为根本不合理，但是那是错误的解说嘛，对吧？第三个意思就是阿陀那的第三义，就是在讲那前六世，它可以滋养我们的五蕴，因为五蕴是和合而生的嘛，对吧？好，那就是上个礼拜的内容，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我们就是要进一步专攻第六识分别识，唯一的分别识第几识啊？分别识是第几识？第六识。对，五识生同转，它是跟着五识。五识哪五识啊？眼耳鼻舌身。对，它的意思是说第六意识它是跟着我们的前五识跟着转的，就是说你看到历善的时候，那个你看的里头也有的阿拉耶识。我现在在讲话，或我拿激光笔是眼耳鼻舌身身识，我拿激光笔的这个身识里头也有分别识，我才知道哦，原来我这现在拿的是新的激光笔哦。哎，有点我忘了跟你讲谢谢，因为太忙了。好，那我现在。尤娟，我现在向你说谢谢啊！我已经收到这个激光笔，所以我们今天上课就会很顺利啊！所以你功德无量啊！我还是会用那个文条再发一次给您，但是我现在先向您一来致歉，因为这是两天前蒋露华拿来给我的。因为你是寄到他那儿嘛，对啊，他负责交给我，我就忙着在充电啦。因为蒋露华他不会帮我充电，你看这人做事多烂，不用充电就可以上课了嘛，对哦。所以我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我要赶快充电，免得到礼拜天又忘了嘛，对吧？好，这是导致忘了向您致谢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除了向你致歉以外，我还下了课，我回去以后再给您用文条致谢哈。可以，他一口气买了两只，另外一只还没到。现在中国管得很严呐，每一次来到台湾的货。都要写清楚你的身份证字号，哎，身份证字号啊，收件人要写身份证字号，还有地址啊，什么什么的。以前都不用，现在非常的严，可以有诸多的转身哈。对，等一下，意识是一，这个意识指的是特别讲的是是第六识哦，因为他。这一个章节都是我说的，这一个章节不是这一品啊，就是这一品的这一个部分，它是专攻第六识。所以他说这个第六识这个意识是一，就好像瀑布的水浪一样，瀑布直冲下来，只有一条一条，是大条还是细条嘛？它始终是一嘛。可以有诸多的转身，但分别识则一多净影，就是说分别识第六识，他面对很多的造作，是立善也好，这个那个叫什么香炉也好，绿植也好，佛像也好，他面对这么多的镜像。完全是由一个镜面来升起的，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那个里头就是都是同一个分别识在掌管。更重要的，他从这边要教导众生，法性终极本质是一，由法性衍生出来的相是多元化的。那这一句最后一句特别重要嘛，对吧？那你可以换一个解说吗？用你的语言文字，所以千万不要背，因为你背的话，你就被它锁死了嘛。你一定要活化你的思维啊！法性是一，这是毋庸置疑的。终极本质是一，法性相就是多，这要怎么解释？你需要做文章的在这里。来 ，1, 2, 3, go。法性相是多。好，蒋露华。的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蒋露华试着来分享，那个法性是一嘛？
然后法性它所延伸出来在现象界的相则是多，风花雪月则是千变万化。啊，你这样有解释是吗？你只是把五个字变十个字而已。对啊，啊，这不是一体两面。那法性，我觉得是上面是讲第六识，那事实上这没有，他要从第六识衍生出来这里。对，可是这个一不是这里的一啊，他要讲的是分别是始终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分别是，它可以作用在立善上，作用的在你听经闻法上，作用在你拿激光笔上。这个一跟这个一是不是同一件事儿。我现在要考你的是，法性是一，这个很明确，大家都知道。法性相有多，怎么解释？法性相有多？张明正，你一定会，但是。你被文没有？你被文字障碍到了，因为这一题你答过，答对过，打败张兆麟。法尔如是吗？好像不是，不是，不是，对。所以我一直鼓励你们，一定千万不要用死背。你死背的话，哦，到时候通通都错乱了嘛，对吧？这个跟那个瀑布不是一样？ No， 不一样，不一样。瀑布它是在讲分别事啊，对，它要讲瀑布是分别事，第六识它是一，但是冲浪的时候一个浪。浪卷起来的时候，浪可以有多？你们不会冲浪，你们当然无从体会。师傅会冲浪，师傅就可以知道。他说浪卷起来的时候有好同一时间好几个浪，对，这就为什么不会冲浪的人特别危险。因为如果很大的浪，你看哇、哦，好几个浪，你以为从这个浪飞到那个浪去很容易，其实一点都不容易。没有，在台湾不会，因为台湾不流行，而且台湾的水域没有那么高大的浪嘛，对吧？对吧？是一定要很高的浪，大的海，对吧？才有办法。因为我们东海岸也是沿岸，所以浪。对对，而且你需要有好的学校来教你。对，要不然这是危险的呢，这是危险的。对对 对, 对，我是先学了深潜，对 ，deep diving， 深潜就代表你已经会了那个救命的那一招嘛，然后再学这个冲浪。所以以前我在英国是皮肤是比较深色的，对，喜欢晒太阳。对，但是老外他就喜欢深色的皮肤，你知道他们很白嘛，然后他们就好像我们是黄种人，我们就想办法要美白，要把它白皮肤，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嘛，别人的老婆永远最漂亮，是同一个道理，对吧？他们对不起啊，你们在已婚的，不是因为现在不是李文的尸骨未寒嘛，对，现在还在很多都在讨论 Me Too 嘛，不是嘛？所以我说老外他们为了要让皮肤黑啊、哦，他是有办法的哎，你知道吗？对，用 UVA 的灯可以晒黑，跟医院不是也有 UVA 皮肤科有两种灯，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UVB 就治疗白斑呐、啊，白斑是顽疾耶，不容易治疗，就要用 UVB， 它的波长更长，那个杀伤力更强的 UVB。那 UVA 就是治疗一般的皮肤的疾病。那我说的欧洲人他要让皮肤变黑是 UVA， 但是更弱的，他怎么做呢？就是不是七月整个欧洲差不多都是关厂的，不用上班，整个月都不用上班。这一个月他们就会到
到那个叫什么 Mediterranean Sea 那地中海，地中海沿岸去度假，度假两个礼拜就很黑了嘛，对吧？啊，那如果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呢、啊？就买那个灯嘛，然后在家里架子，对，在家里头照嘛，也没有人知道你没有出去度假，对吧？因为你的样子也很像刚刚度假回来，不是吗？这个我讲这个绝对不是八卦，是你们需要了解不同的民族他们的习性是怎么样，对吧？学佛一定不是只是课堂上面，一定要去度假，没有度假会被笑。对，会被笑，一定会被笑。对对，所以你看那个是不一样的，民俗风情都不一样，对吧？是，对。啊，真的吗？哦，太好了，太好了。啊，那太可惜了，要不然你也可以来让我们共享一下美女。啊，地中海，蓝色的天，蓝色的水，白色的沙滩，对，是。地中海的国家有哪些啊？希腊、意大利南部那些都是，对，法国恐怕没有直接。坎城那个地方已经接近了，但是比较标准的是希腊，完全在那里。意大利南方都是在那，对，对，是，对，好。那所以张明正，我又多给你五分钟去想了，我相信你想不出来了。但是如果师父点破，你就想，哎呀，原来那个答案就是我的嘛，师父也只不过抄我的而已嘛。你看哦，法性是一，这个法性相就是相当于法界，有没有？法界它是一只脚在现象界，它从现象界延伸到终极本质，有没有？所以法界它是左脚在现象界，右脚已经进来到到终极本质了。所以你说法界它是法性吗？好，那你就是看到我法界的右脚。那你说法界是现象界，对，那你也没错，你看到的是我的左脚啊，对吧？所以我认识法界是这样认识的。你这样，你一辈子都不会忘掉嘛，对吧？你左脚踩着现象界，可是你功力很高强，你右脚可以延伸到终极本质嘛，对吗？现在有两个会想到张明正，一个是法尔如是，法界，对。所以这个法性相就是相当于法界，就是说由法性衍生出来的。宇宙万象是多元的嘛，这当然啦、啊、对吧？这必然是如此嘛。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题，一影多影，西一西就是全部，就是只有一个镜面啦，没有再多的镜面啦。所以他要你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为什么他要讲这个？跟止观息息相关啊，因为你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六个开始一起运作，你就昏掉了，因为你手忙脚乱了嘛，对吧？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能维持定力，那就是六神通了，六足神通已经具足那个神通的功力了。所以他要在这边特别插进来这个这个意识分别识的这个独特的功能，除了因为第六识也是阿陀那的三力当中的最后一个嘛，对吧？我这个我到时候会改啊、哦，阿陀那，对，它是借由上个礼拜的那个内容，然后继续申论
分别式的独特之道。好，热烈的掌声献给简丰文院长、阮桂良督导、朱一春执行长、全球直播资讯组同仁、基金会所有的同仁，还有现场到课的大的朋友，还有云端听课的大的朋友。好，献给大家妙吉祥如意。妙是无上，也就是清净，就是超越二元对立的哦。哎，那个胡家培，你为什么想到到加不是加勒比海，地中海？对，哦，是去玩吗？去旅行吗？哦，太好了，太好了。哦，是是是是，特别好。哦，当然啦，加勒比海跟地中海是两回事哦，你千万不要把它。对对对对，加勒比海，我搭过游轮游加勒比海啊，从迈阿密上船，一直远征到塔希底，大溪地。你看，你回去看那个战线有多长啊？21天都在船上，但是中间因为他要加油嘛，所以他一定要让你下来，下船来。而且他会经过好多个国家，比如说，牙买加，比如说，多米尼加，比如说，古巴，比如说，British Virgin Island， 中文怎么讲？英属处女岛，像这种他都会让你下来。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玛雅文化的发源地，他也让我们下来看。你在那一趟的旅行，我认为我学到很多，因为他是跨国在走嘛，所以每到要跨国的前可能前200海里或300海里，他就要靠边停了。然后那个什么关啊，移民关。他就上来检查每一个人的，那个护照。他会集中在一个会议室里头，然后他会广播说：“现在轮到几号到几号，那你就把那个护照拿去，让他盖章。”所以你也是在通关呢、啊，你也在通关。然后这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等一下下一站你应该就要落地，他落地。他没有让你落地，你会疯掉啊！你21天通通都在船上，而且船上有时候大风大浪会吐啊，就没有办法。他们防止吐用什么方法？我告诉你，2颗苹果给你，然后一壶茶。他说你赶快吃了就不会吐了。好，果真很有效，他不用防止吐的药，不用2颗苹果，1壶茶，2颗通通都吃进去，茶喝掉就好了。什么茶？不知道什么茶，他就泡了给我。哦，那个很颠簸，你连走路都没有办法走啊，完全没有办法。潜水施工是说想吐就要吐出来。哦，能吐出来是最好啊，问题是怕吐不出来嘛。对。他有改编一首歌。哦，吐不出来，吐不出来，对对对。然后那2颗苹果就帮你安抚你的胃，对，是，然后。还有就是重要的据点，他都有让我们下来。一来他要加油，另外一个他要洗那个大游轮的车身。你下来以后，你才知道哦，你搭了游轮这么的高大，你好渺小啊！他那几层楼高啊，里头都有高尔夫练习场，你想想看。所以有什么游泳池，那是太小 case 了，对吧？高尔夫练习场，然后还有shopping mall，shopping， 就是中文怎么讲？逛街区，是逛街吗？叫什么？shopping 吗？
采买采买采卖场卖场卖场，对对对对啊，还有两个电影院，两个电影院，他怕哦，我们有1000多个旅客呢，1000多个船上1000多个旅客，就有点像那个 Titanic。对。太平轮，我倒是不知道。对，我那个是纯粹是度假的，纯粹度假。对对对对对，你1000多个乘客，他的 waitress 要2400啊，所以整个船上有3000多人，所以你看你享受的什么样子的服务？两个人服侍你一个人，餐厅24小时开放，没有打烊时间。因为为什么他餐厅没办法打烊？他的船一直在跨国一直走，跨国有些人像杨宗宪不是有那个时差吗？对吧？你就会不舒服嘛，你就要去吃一点什么东西，所以他的餐厅从来不打烊的，他的菜就是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那然后还有每天晚上都有秀，最可贵的是那所有的秀，男主角、女主角，通通都是餐厅的服务生或者是打扫的工人啊，就是船上的工人。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跨界融合，这就是为什么绝育轩后来我们演了很多我们自己的剧，虽然不是那种大型剧，但是每一次朝圣之旅我们都有演我们自己的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上手很容易嘛，对吧？所以我想那些什么餐厅的工人啊，什么打扫工人都晚上都变一个人了，他们就是善用那个资源哦，对，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然后有教化妆啊，化妆的时间你就去化妆，要马杀鸡就去马杀鸡，要跳有氧就去跳有氧，反正他活动特别的多，而且他有 schedule， 然后地点在哪里他都标示得非常清楚，你一定不会觉得无聊啦，你一定不会觉得无聊。然后他还有为单身女郎、单身汉，就有一个梅河的地区。我爱红娘，爱之船，爱之船，太浪费，太浪费。还有那个船长之夜，船长之夜。当然有分不同的乘客啊，因为你住在几号房，那就是代表你买的，你付的费用是不一样啊，舱等不一样啊，对啊，当然有分，当然有分，对，虽然在床上，但是虽然在船上，但是每一个卧室都还是有抽水马桶，对，这设备是。不一而足，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完善。哦，我还要讲一个，这个你一定要听嘛，因为你需要的增长见闻嘛。船上有报纸，所以你一定不会说我21天下船了以后，我变成我什么都不懂。他每天都提供给你报纸，报纸怎么来的？因为你根本没有下船啊，对吧？你不是每天都能下船啊，对吧？我们的船长太厉害啊，自己印报纸，所以我们船上是有印刷厂的。然后信息从哪里来？他们有雷达嘛，他就一直都不断在收听各国的那个新闻啊，大新闻啊，差不多都是各国的最大条的新闻，然后他就把它就是编辑成为报纸。所以每天早上6点整，报纸就送到你的房间的缝隙里。然后每天4点半，他就会广播今天的日出时间是几点几分。不管几点几分，因为你到的每一个国家日出时间不一样，但是他四点半他就广播了。四点半他就广播哦，今天的日出时间，在
东经几度，什么经纬度，他都会告诉你。然后就说几点几分你可以看到日出，你要起来看也可以啊。对，他都可以做到这样子，你没想过的他都做到了啊。对，所以我认为那个报纸是极尽重要，你才不会与世隔绝嘛。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啊，我那都你看我回来，我出家都二十几年了，然后我回来又十几年了，那是三四十年前，那很少人去坐那种船啦，就是东方人只有我一个人，好不好？现在也可以啊，现在直接那个 mask 直接是用星际的，它是上不同的星，周期。那个船接收资讯，现在是你是在讲那个，讲那个。对，网络嘛，他现在可以直接用那个人造卫星。对对，嗯。对，像那个乌克兰不也是一样吗？像 mask 出线路，乌克兰付不起，mask 说美国政府要付给我。对，是，对，所以，多开眼界，我认为对学佛也是有帮助。你会知道自己很渺小，别人做什么事啊，对吧？人家这么大的一条船里头。应有尽有啊，是不是？每天都有活动，除了什么，我刚刚讲的那些活动以外，它还会有一个集体比赛，比赛打水球啊，你可以去报名啊，然后比赛赛跑啊，它因为很大嘛，所以就有像操场这样子，你可以比赛赛跑啊，比赛高尔夫啊，虽然没有真正的什么九洞十八洞练习场啊，练习场也可以看出来你的技术怎么样啊。就分每天有不同的集体的竞赛，还有国标舞竞赛，就很多人参加哦，国标舞竞赛。对，快要竞赛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公告啊，哪天要。国标舞竞赛，然后我们现在有开放课程，欢迎你们去学习，学习好以后来参加竞赛。对，他就把那个气氛炒得非常的热。对，所以你看人家经营一件事哦，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啊，对吧？不是这样子，给你一条船，然后你也不知道要怎么经营。对吧？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对。好，那我们今天的忆往昔哦，要连接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个军训，是不是勇猛正精进？我原来要把答案写在公告的那一个版本，但是我的 PPT 突然没有办法写任何的字。昨天还为了这件事情，去修我的电脑。蒋璐华问我说：“电脑，因为是他送我上车的，他知道我要去搞这个事情。他问我说：‘那你电脑修好了吗？’我说：‘哦，我到了老师面前，我电脑就害怕。’他说：‘乖了，他没有产生。’”没有产生那个异样，你知道吗？所以就要怎么说呢？冷却了就没事。哦，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上个礼拜没有给答案，但是我把答案跟今天的联合在一起。佛法是指路明灯，上个礼拜我已经预告了，要讲坚持跟执着的差异。坚持是成败的分水岭。为什么我在这边要加入这一个？要加入这一个？
个主题啊，不是忆往昔啊，就是要加入坚持这一个，为什么？这几乎每社会大众的盲点。那你这样子，你又离题太遥远了。我们现在不是在讲阿陀那事吗？这不就是执着吗？所以你的视频也要跟执着相关嘛，坚持跟执着好是一样啊。你到中国大陆去，人家就会说：“哇，师傅你好执着哦！”一听这个词太奇怪了，原来他们把坚持讲成执着了，对。所以在市面上，他很容易混为一谈嘛。那我选这个主题，是因为来搭配我们的教学的主题嘛，对吧？所以你写新的报告的时候，不能又是忆往昔，又写一大篇哦，然后，哎，陈明玉，你又犯了老毛病了，你犯了老毛病，乱写一通，那个翁翠萍，你也是乱写，翁翠萍，你真的是该打屁股。我讲过多少遍，这个视频大家都在看。他一五一十写啊，这个军训，这个小朋友浪费粮食啊，教官嘛就叫他们来，教官都要伏地挺身30个，老师也不例外。那然后教官还要把小朋友吃不了的剩菜剩饭给吃下，写这些要干什么啊？对吧？都讲过几百遍了，你不能这么写啊！因为那个人要看视频都已经看懂了，你别浪费篇幅，而且你那个投稿是完全不成功的，完全不成功的。讲过多少遍，你都不听也不改，对吧？这类人嘛，不是吗？而且。师傅每一次播出的时候，你应该要看嘛。师傅也在写这个忆往昔的视频，师傅两行字就把这个忆往昔视频的内容描述清楚了，两行字而已。你要写的可能100多个字吧，不是这样子写法嘛，对吧？所以我说你眼睛不笨，不看不学嘛。枉费你读台大。学习轩永远走在时代魅力前沿，即日起全面双语播出，用心教会全球每一位读者。学习轩是众生的持灯引路人，圣轩语录带来圆满的法语甘露，让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双语圣轩语录，主题坚持，成败分水岭。坚持与执着大不相同，前者由内胜出，后者则向外攀援。以下共享坚持执着异与同。坚持经常在坊间与执着被混为一谈。首先定义坚持与执着如下：坚持四大要素，起初树立理想与目标，过程中向内磨练自己，重挫后以大无畏心南行而行，终点由内在觉醒而胜出。执着一切向外攀援，执着最重要的挫败点是缺乏向内关照与觉醒，一切被外在因素所控制，并且放不下，故一意孤行。所以英文以 attachment 附着依恋等意思来表达执着，由借由依附于外来因素，对自我见解、立场、身份、价值观等元素所释放出来的错误观点。第三，二者秉持自我主见，不断向前迈进。第四，差异点，坚持强调内省与关照。是由内在觉醒而胜出 ，to win from the inner awakening。过程中展现大无畏心，
持续南行而行，终至圆满抵达终点。执着则是向外攀援依附，随业力漂流，欲正则以正能量奋起，欲邪则以负能量随波逐流，终至被淹没，而且一意孤行，毫无转还的余地。以下共享执着生死轮回的主因。依佛教义理而言，执着可以发展成为两股负能量。第一，我执，执着于有限生命中我的身心为实有，导致紧握不放，束缚缠身。第二，我执，执着于我身以外的宇宙万象为实有，导致妄想纷飞，错误百出，烦恼重生。由于佛教义理主张，不论是我人的身心，亦或是身心以外的宇宙万象，都只是生成第八阿赖耶识的投射，因此我们是虚幻短暂的存在。如若执着为实有，必然烦恼四起。因此，执着是我人生生世世不断流转、不断轮回转世、不得出离的关键要因。反观坚持，则立基于自省与内观，在过程中逐步修正，发展成大无畏心的南行而行，终至圆正菩提。以下共享圣玄结论：执着感召为缘。大忏本生心地观经云：因妄业生诸为顺，以执着故反为其愿。经文教导世人，所谓执着，是因负面错误的妄想思维而来，终究招来怨怼以及诸多为缘不顺。批判思维，批判思维，好，来，不能笑啊！你是坚持还是执着？没有，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嗡啊嗡啊嗡啊，我觉得这个视频用英文来讲坚持与执着，特别的适合。哦，那很好，我播英文版，你念一下。我不行哦。会是一个笑话，我也是可以当谐星，但是笑。我意思是说，因为坚持跟执着，它中文很像，但是它英文就完全不一样，一看就知道这个意思就是彻底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他用双语非常的好。嗯，对，是我们自从双语播出以后，订阅量就飞升了。对，有些字我觉得要查才会念。我当然当然。哦，那个是经典的专有名词，那个。玛哈，你要牢记，玛哈就是大乘，伟大的嘛。哦，对，这个、伟大的嘛，嗯。嗯。玛哈就是你看到玛哈就知道他在讲大乘或伟大的，对吧？嗯。玛哈波迪萨特吧，伟大的菩萨，对吧？对，是。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从6月22号到现在7月30号，已经翻了一个多月了，一个月又8天了。其中除了教学视频太厚重没办法翻以外，而且教学视频它没有文字嘛，对吧？对，因为基本上我都看英文版了，所以我要拿到这些就相对容易嘛。对，是。经文，什么大正藏啊，那些是不容易。对，那经文的翻译是。跟你的修行的功力很有关系，对，对，总体而言，翻译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看这个特别有感
因为它中文太相似。中文太相似，对，你回去应该要把英文给看一下。我不是礼拜四，我问你们说，你们看师父这么辛苦写了中英文版，你们有没有把英文给念一下？你们都说还没有了，还没有啊，有一天你们会念嘛，对吧？看时间了，还要找黄道吉日哦。哎，现在国际化，你一定要加强英文嘛，对吧？师父都70几岁，还在加强英文，不是吗？所以每一个人更应该，对，真的不容易。每一次都要，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要精益求精，所以我那个用字要一定要很精准，改了又改，改了又改。对，好像是一两天前，不晓得，我忘了。是写哪一篇？搞到写到后面了，我还把那个主题又改了一次，中艳丽都快疯了。为什么？我一定是先给他中文主题、英文主题，然后他就可以制作封面图嘛，对吧？然后我又想到那个更好的词语，然后我又改了那个主题，经常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个礼拜我们不是讲鲜艳的吗？我就是用了 primary 嘛，对吧？可是我现在又想到一个比 primary 更直击要害的，对，metaphysically。那我当然一定要把以前的都又改过嘛，不是吗？那这个对你们来说，有改没改是一样啊。可是对我来说，这个就挺重要。对 ，primary 很浅显易懂嘛，每一个人都懂。可是 metaphysically，meta 你注意吗 ？meta 是什么？元宇宙那个 meta 对吧？所以更高阶你的用词。要精准，而且要高阶，对吧？所以这就翻译不容易。博士班跟国小的差异，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很奇怪，我要乐此不疲，不知道为什么。泼了中仙力，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们现在无从感知那个双语版的重要性。也许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半年以后，你就会发现好多人仿效起来了，那就是你带来一个风潮了嘛，对吧？所以这是法师能够度化高阶知识分子的原因的重要。一个小学生小学用语去度化高阶的人，对，是高阶不容易看到，不容易，对。你要摄受这么，就是说他有一点内涵的人，对。对，要很文雅、典雅。对对，要不然没有办法。对，是，对，所以就真的很忙，真的很忙，每天没时间睡觉，不是只有礼拜天没时间睡觉，每天都没时间睡觉，忙到不行。你看我采集你们的那个什么，新的报告是半夜一点多采集的，对啊，你们是9点交的嘛，对吧？我呢，好，麦克风在，他们是用那边的，可以啊，你的那个点子都很好的，你的点子，对，来，没关系，对。对，是，也许是大众的心声啊，对对对，真的的那个翁翠萍这句话太重要了，对。因为刚刚师父的提到就是您翻译嘛，对，那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
英文的佛学翻译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对，因为它不同于你去翻译商业或其他对风花雪月对文学或是其他科学其他领域的东西。对，对，那我想请问师父在翻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现在可以给我一些小指导。哦，你是非常有智慧的。每一个人要开始进入英文佛学，第一个你一定要看，多看。三楼不是也有英文的佛学书吗？你们不知道哈，都被我请光了。有，他有很多，他有很多佛学的书。不一定是经典，有的是大师的开示啊，英文版、全英文版、全英文版《六祖坛经》全英文版，你应该要请来看嘛。对啊，他通常不会放在柜台上，他都藏在三楼后面那书库里。对，非常少。对，不会，不会，是是。然后你就要去把它挖出来抱回去看。对，因为我有觉察到好像有时候看英文版的东西哦，哎，你不懂的东西突然变懂了，更容易懂。对，它就是有这个功力可以这样。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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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嘛，就像 persistence 坚持， attachment 执着，两个完全不一样，而且执着是这样子执着。如果是执取 grasping， 你贴上去不够，还要把它抓下来 grasping， 对吧？这是完全不一样嘛。对对对，那痛苦啊，我们很痛苦啊，苦第四形象，痛苦它用什么字 ？suffering， 对，它的用语都有，基本上有一定的框架在。什么叫急呀？哦 ，collection 嘛，不就集起来吗？把苦的原因通通都收集了起来了嘛，对吗？嗯，所以这些是基本的，你一定要懂的。问题是你看很多佛学的书，这些字眼儿，这天天都在出现呐、啊。你不用背，他就直接黏着你了。所以，对，我是想说，如果因为觉轩以前是很多栏目在播出嘛，什么异次元解密，都是讲科学的，然后科学怎么跟佛法结合，异次元解密哦，那也是很精彩。我要听到那一个。甘九郎说：“拜托啦，不要啦，你停掉别的，这一个一定要保留，这太精彩了。”但是现在因为要播什么？因为突然加进来两个教学视频嘛，对吧？然后教学视频又一定会有教学相长比赛嘛，你们的新的报告比赛，所以就自然把一些栏目给挤掉了，那个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异次元解密，异次元嘛，不同空间解密，解开它的秘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可是那你想，师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写啊？除了我在英国所累积的科学的背景以外，哦，我每天都看书啊，每天啊，每天啊。所以你们在鬼叫什么嘛？跑一个阅读量就鬼叫，对吧？师父这么忙，还要每天都要看书，每天每天看，否则我怎么来得及？教学都要给出最新的材料，对吧？这不可能啊，对吧？每天都要看书 ，Musk 一天两本书，我是一天一本书啊。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子啊。这就是坚持，对，你因为坚持非常好，你因为坚持，所以你拿到的是正能量、高能量。你如果是执着的话，你向外攀援嘛，希望别人给你东西啊什么，或提供给你什么书啊，
那些你自己要想办法，比如说我播那个林徽因与梁思成那个名人背后的坚强，我就去看他的书啊。然后台湾没有啊，我就叫邮娟赶快快递给我，林徽因跟梁思成的书。所以师父背后做出多少的努力，你们恐怕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是非常非常非常耗功夫，而且你想尽办法，你一定要拿到。你看嘛，有一次我讲说，哎，是跟你们讲吗？还是跟礼拜四的？说最近有一本书你一定要看，一触即发，有没有？对，那个是川普在位的时候的国防部长。那他当然，川普下来了，他也下台了嘛，对吧？他写的台海两岸的种种，像这种都叫秘辛嘛，对吧？别人不可能知道的比他多啊。那像这种，你们为什么都不知道啊？师父为什么都知道啊？对吧？而且你们即便知道，你们也不会买来看。我立刻就买了，而且好贵哦。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精神，你们没有，所以我才说，一个人要成大器，他背后一定是满腹的辛酸跟血泪，你们都看不到的，你们只是享受成果而已嘛，对吧？好，哎，换你了，赶快批判思维。来 ，1、2、3，Go。邱培，你点他，那你先讲好了。这个不需要准备的，那浅显易懂，对吧？啊，是好哈。好，其实那个坚持跟执着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如果你执着，其实就像那个你只要就像我们现在在讲莫那斯，你是执着，你现在一执着的话，你大概就是流转生死就在执着，对，跟這個就生生世世一直 对一直下去，一直下去。那刚刚你如果是所谓坚持，是你内省，你从内部，那你又知道说哦，我应该了解什么，那有一些证件，那你慢慢的你就不会往那边去，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你这样的话，相对你一定有证件证知，你就不会不一样，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我的想法。好哈，对，哎呀，你没讲就太可惜了。哎，这个人突然不见了，他没听到也太可惜了。对，对，所以你看哦，坚持跟执着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一个是向内，一个是向外，对吧？那你们经常都是向外啊，对吧？哎，那这个阅读量跑不好啊，师父我都没时间睡觉，你睡那么多要干嘛、啊？对吧？太奇怪了、啊，对吧？师父都可以不用睡觉，你也可以不用睡觉啊，不是吗？对吧？始终是能量的问题。你坚持的话，你会有高能量。特别你的坚持，如果是为了众生，为了要帮助众生的话，必然是高能量嘛，是不是？那你如果抱怨连天呐、啊，对吧？还什么讲路啊？哦，我明天是大内，哎呦，我现在开始紧张了，这叫什么负能量嘛？紧张、焦虑、压力重重，这通通都是负能量嘛，对吧？我昨天去修电脑，然后我就说，那你因为他上一次的新的报告单况，所以我昨天问他说。啊，你有没有教啊？然后接下来你自己说吧，看你又出了什么纰漏了。我老是在出纰漏。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璐华。我充分感觉到自己真的太容易焦虑了。嗯，因为明明我昨天还有时间倒垃圾啊，干嘛的？他昨天4:30送我去修电脑，是他送我去的。对啊，对啊。然后他说他回来就开始写，最后他还是余时，你相不相信呢、啊？因为就太有把握，有时候是，然后知道要数，
昨天就真的是业力牵引嘛，所以那个头三次连头三次，第一次头发现检查过不对，那个没有抬头，后来加了抬头，没有表头，然后表头赶快贴上去再传，发现不对，最后的字数又错了，然后再投就已经过了9.03，对，9.03，那就可以知道，因为你当时我自己知道都心在乱嘛，那你当然你 copy 会错误，你 copy 到错的档去投，然后但是因为你检查是要从头看到尾啊，我投了以后检查，哇，发现这个不对，再投。所以这个过程就是知道自己的心一直都不稳定，不安定，不安定。所以为什么说、说禅定的功夫？那你请问你那个什么？你不要再讲到禅定，你有诵经吗？没有，你没诵经怎么禅定呢、啊？可是我知道，可是至少以前连想要诵经的心都没有。啊，现在有吗？现在有啊，那为什么不做啊？对啊，就觉得还是业力缠缚，因为这个时间就。感觉好像时间都不够用，等一下又要做这个，等一下这样子要时间不够用，那师父怎么办、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从这个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定力嘛。像昨天我投三个这样子，我马上知道就是你的业力太差太烂，为什么在最后关头永远不成事？这不是说我们准备多好，就像总统大选准备有多好，人事时地物完整，但最后还是你的福报啊，你的业力在主导，你有没有办法选择？福报是自己打造出来，你都没打造福报，啊、那还要怪谁？是啊，这就是向外刀口朝外，这就执着嘛。可是我还是我从这一个有感。有觉醒，有觉醒是完全是自己的业力在作祟。本来你是满满的觉得这个没问题，这个就是你的业力啊。但是最后引爆的是你在要拿成果的时候，一切归于空，就是你的业力摧毁这一切啊。那让我想到就是，事实上我的情形就跟李文一模一样嘛。李文所有人事时地物都是最圆满的，可是他的。最后的现象界，他最圆满。现象界最圆满，但是他为什么今天会这样？会在48岁了结，就是等于我在投稿一样啊！我写的哦，很天花乱坠。对，天花乱坠，我准备多充分，可是最后我在投稿的时候马失前足。对，这样子，所以完全我们不能太那个，因为一切的所有都是自己的业力在主导。好，没好。自己的业力主导，对，所以还要继续加油，对，对对对，没宵夜，你讲的通通都是多余的，都不可能，对对。这一点为什么我要讲这么清楚？是，因为就是这样，就像我心满满的，我觉得昨天的很有把握，很有把握，可是。最后一秒钟出这样的，而且连续投三次，既然没有一次是成功的，那这代表什么？你的业力嘛，你福报不足，拿不到这个奖。对，就是所以要福报，头也要有福报对，对，一定要有福报，没有福报是不行的。对，是，要再加油，比以前有进步，比以前有进步。以前每次跟他讲，哎，你要写作、啊，他就啊，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写作啊，对吧？都是极度负面的，那个用词。现在自己会乖乖写作，有进步，给他掌声鼓励。那特别不容易，特别不容易。哎，那你们这个维持班的为什么都没人写啊？同一个老师，同一个教法，对吧？你们也看。播出来的文章那么多了，有一次翁翠萍跟我讲，那个张兆林已经开始在写回应文了，写新的报告了，我等半天没看到有投稿啊，所以翁翠萍你讲到哪门子去了？是说回应文还是？回应文也没有啊，也没看到啊。你跟他这么说，你没有经过证实，你就传给我了。我错了。所以我才说你口舌是非多嘛，不是嘛？对吧？
好。目前有比较多转给张明正，偶尔会转给张兆明。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真的上课一定法师一直在强调要践行践行。我事实上为什么要传，就是因为要转发。我觉得写心得，你没有转发，你根本不可能有功德了。所以法师为什么一直在点醒我们？你没有福报，这个课是不能延续下去的。对，这是有一定的福报在撑。那我们既然在上这个，而且福报最有利的是自己，并不是别人啊。所以真的不是我们任何一个法布施，不是为法师在做人，在做什么。做表面工作啊，什么点赞啊，拉人数，绝对不是，绝对是自己。我刚才讲说我为什么投一直投三次不成功，也是我的福报的问题啊。那相对路华现实所遇到的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对，那我只是侧面的说传，我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来为自己的福报，为自己的功德要多加油。只有自己才能够冲破这个难关嘛。法师当然在加持，但是这个课或者我们将来的逆境，今天路华那个有什么？我今年犯太岁，可是一样啊，这个太岁是公平的嘛？还有、這個、是每一个人轮流会轮到的。今年可能明年换我，所以您今年福报要赶快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赶快累积累，对。那就很轻松的会度过嘛。对，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我虽然知道法师说有转给那个明正师兄，那我私底下因为我们在，我也有转。对，那我们在这个跑阅读量的时候，我也会传给他。我不是说那个，是希望说大家一起共善，也要为自己的未来努力，而不是为法师努力啊。法师已经我都一无所有了，我还在乎你的。我们真的要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努力。谢谢。我礼拜四讲了一个案子，我一个医生的朋友，非常非常知名的名医，他的夫人突然礼拜四的下午动脉瘤破裂，哇，那是急性啊，动脉瘤不是静脉瘤，动脉瘤破裂，然后就休克了，已经完全停止。心跳都停止了，但是整个医疗团队一定是不忍心看他这样子嘛，所以就像李文不是他自杀了以后，其实他被发现的时候他也已经没有心跳跟呼吸了，但是他的家人还是希望赶快还要急救。这个案子他的配偶是医生哦，是名医哦，这个夫人一样要经历这样子的折磨，到现在也没有醒来啊！你要知道，对，还在撑嘛，还在撑。所以你要有病，你自己就要知道说自己的业障深重，千万不要轻忽这一点啊！他夫人应该早就知道自己有动脉瘤，当然知道啊，不定时炸弹，对，不定时。的炸弹，对，现在爆发了，爆发了一下子就没有心跳了，但是整个医院的医疗团队倾全力抢救这个案子，因为他这么重要，这么有名嘛，对吧？但是情况不太好，情况不太好，家人都是舍不得，对，家人都舍不得，对，好。还有人要一往行吗？还有人要分享吗？有吗？没有，师父来看哈。好，那这个就是我的，我现在要把它转成坚持跟执着啊，相同点，坚持执着，两个都是随顺着自己的意向。你要坚持也是你决定的，你要执着还是你决定的，这两个是一样的，差一点坚持。是内省加关照，最终会圆证菩提。执着一切向外攀缘，当然会抱怨连天呐、啊。最终就是感召为缘怨对，所以让你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让你的能量越来越负面。错误的坚持，缺乏内省关照，危害会更大。这就叫做努力干错事。我用这一个来回应。
军事训练那个，虽然很感人呐、啊，非常的感人，但是也许是一种错误的坚持，因为他没有帮助小朋友做内省跟关照，他没有帮助小朋友知道说，这个那个食物得来这样子的不容易，然后我们的内心应该要怎么样来心怀感激，首先应该要忏悔嘛，他这些动作他都没做啊，对吧？然后努力这样子做，强压性的这样子做，就是师父常常讲的努力干错事，所以不是坚持就一定对啊，你错误的坚持还是错误的嘛，对吧？一切教化看到吗？一切教化应该要指向身心灵的和谐统一发展，否则你说要觉醒要内省，你有可能心觉醒吗？没，不可能啊。所以什么叫教化？法师上课也好，你在学校听课也好，你听到的教法有没有指导你走向身心灵的和谐统一？你要检验啦，而不是就是来听课，听课你听到什么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一直长期你都没有办法践行？这很有问题啊，你应该要想清楚啊，对吧？所以你听到的教化应该是要指向他有办法指导你身心灵要和谐统一发展，否则你要觉醒不容易。前二者是世间法，前二者指什么？身跟心的和谐发展，这是世间法。所谓 Waterhouse 讲，心是心来带动身嘛，这就是身心医学嘛，所以这是世间法。灵性又称为佛性，灵性是哲学的名词，它也不见得是基督教的名词，哲学名词spiritual nature。跟佛性，就是佛教就称它为佛性嘛，空性、真如啊等等的发展是立基点，它的立基点是出世间法。所以你要发展灵性的话，你没有出世间法，这是完全不可能啊。你的病要好，你没有出世间法的支撑，那是完全不可能啊。这名医的夫人照样已经快要命绝了，是不是？所以你一直停留在世间法，这是不对的，你方向是不对的。所以你的出世间法要怎么发展？你要有相培福哦，培福哦，打错，有相培福，要先升华，要做思维升华。所以为什么师父那么辛苦？每一个礼拜，每一堂课都要做直觉思维，帮助你思维升华起来，你才有可能。进入无相修会嘛，然后你无相修会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能量拔升了，果位因而拔高了，最后圆满合一，能够能量跟宇宙同体，有无慧相生。我礼拜四考了，礼拜四的同学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听课听很久，然后每次都说啊，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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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听你说懂了懂了，我不会的，我马上就考你，结果没有一个答得出来啊，对吧？我同样的问题，考为十，为什么四超越到了第四超越的时候，他有办法有无相生啊？有无相生是最重要啊！你现在没钱，你修行的能量拔高到。四超越的时候，你逆境转化成为顺境，自然有人供养你啊，自然有人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做啊什么的。对，师父不就这样过来的吗？对吧？上个礼拜四就两天前了，两天前我要去上那个维摩诘经的课，就有一个人在路上供养我啊。因为他就知道哦，这个时候会路过那里，然后要去教学了，这不就是吗？菩萨都知道你太穷了，所以埋伏了一个人在路上，然后供养我，这不就是吗？对啊，所以你要忧心什么？重点是为什么
为什么到了第四超越的时候，他有办法化危机为转机，他整个帮你转过来啊？是什么原因呢、啊？你学佛应该要知道嘛，你这都不知道，然后懵懵懂懂哦，有拜拜有保佑啊，那种太 low 了嘛，对吧？不能这样做。我已经考了这边了，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这边来 ，1、2、3，Go， 试试看嘛，答错了也没关系嘛。对，张兆麟，对，预祝张兆麟成功哈。对，加油。基本上就是思维升华，但是思维升华，它彰显的是你大无畏的态度跟精神。对，当你大无畏的精神去面对它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所谓的同频共振，你就会相应。那你如果在你的生活上多这样的真的去实践的话，那你就慢慢会能够体会所谓的升华思维，你的那个能量提高。它就会被所谓的外界所彰显出来。当然，这个是要建筑在你大无畏的无量智、无理智上面。好，你如果是有所求，大概这东西就差得很远。哦 ，OK， 好，张明正，谁叫你要当班长啊？我们分享一下。对。我想想看啊，那个有，其实刚刚那个我蛮那个赵林兄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你相对来讲，你若到四超越，就是说到四超越，你也是从我们的从有相开始在无相培福，有相修会无相修会，对，那你能量一定要提升，那你能量提升相对来讲。你的那个，我刚刚在讲，就是你的那个同频共振，同频共振其实很重要，因为你，我上次有讲过，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个负能量，你所吸引的就是低频共振，对，那你如果能够把你的思维提升，你能够有高能量，能量高的话，你所感应的大概都是能量的高能量的会跟你相应。像你如果说假设说我们碰到问题，那你如果是属于负面的想法，你当然就会吸引负面；你如果是正面想法，你也会吸引正面。那相对来讲，如果因为这样的话，你到那个阶段，你碰到问题，其实刚刚师父有讲说，为什么会有人来供养？那因为你的师父的能量已经在相当的一个高度，等于是高能量的，那吸引的当然就是不一样。我的看法是这样了。好 ，OK， 好，所以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你到了四超越的时候，你的这边你看吧，从这边开始无相修会开始，侧重的是能量着生。为什么无相修会这么的重要？你光听经闻法这是不够的，你中间没有思维转升华，没有转化，没有从有相培福转化成为无相修慧，你能量不可能提升啊！你能量不可能提升，你果位也不可能拔高啊！你可能永远只是中途取证在声闻乘而已啊！那你不断拔高，不断拔高，代表什么？你能量一直着生，一直着生，来到最高点的时候是圆满合一。这个圆满合一就是长极光与宇宙同体，与宇宙同体，那是最高度的能量的聚集。只有在那一点，它可以有无相生嘛。你没有那一点的话，你怎么样有无相生啊？当然，逐步的上去，你的困境就会逐步的解脱嘛。这一个都在强调能量着生的重要性啊。可以啦，就是在外头转了转了转了。你看吧，这个图我以前来教你们的时候都给你们看过，你们那个都自大了不得了，不看不学，对吧？你看这个就是有相培福。
还在受因果的束缚嘛，对吧？这边还在受因果的束缚，前世今生的因果束缚，所以这标准的有相培福，有相培福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One, two, three, go. 有相哈，有相培福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为什么你一定不能停留在有相培福啊？你这道理一定要搞清楚啊！孟浩让恰爪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陆华试着来分享。第一个就是边行善边造恶，对，因为义理不够深化，所以人云亦云，所以哎，说要供养法师也在供养，然后口舌是非一大把，造业一大堆，这个就是前世今生因果律的束缚。你在因果律的束缚里头，你的智慧是不彰的，你一定要承认这一点。所以这个完了以后，你要进入直觉，直觉思维。这个时候你要开发正念。什么是正念？什么是正念 ？One, two, 好。超越二元对立，不思善，不思恶。你的念头是要不思善，不思恶，不思染，不思净，超越二元对立，是针对了你的念头。你这个时候你要培养你的念头，然后你要动中禅，禅修，还有动中持咒，这是一定都要的。最主要是要超越二元对立，这一个是初步的转化，这是初步的转化，就是说你脱离了负能，脱离了边行善边造恶啊！你们现在都是来上课的时候圣人一般呐、啊，回去了以后都爱生气了爱生气，爱睡觉了爱睡觉，都在这里嘛。那这样子你根本不可能有能量啊，对吧？上课礼拜天的师父帮你们直觉思维，为什么要这样做？帮你进入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就是止观了、啊。一行三昧，没有动中禅定那么高，是因为这是给初期的人嘛，他没有学过止观的人，先用文殊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就一行嘛，他要有一个定点，先观一个佛像或观一棵树，你就是要有一个锁定一个定点，然后慢慢的进入三昧。文殊说这就是给初期。那高阶的禅法一定是动中禅定。动中禅定为什么那么重要？他当然呢举例说，如人学色，酒席成巧嘛，对吧？后虽无心，还是可以能够命中要害嘛，对吧？为什么动中禅定这么重要？你这个不懂的话，你还是会执着我就是要来修止观。你修什么止观啊？你这个道理你都不懂了，你要怎么修止观呢、啊？好来，师父，各位师兄，嗡阿维拉吽恰爪，弟子翁翠平试着回答。对，动中持咒就是动中禅定的先行步骤。不是哎、欸，我是问说动中呢禅定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两个在对比啊。好来。你搞错了哎、欸！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嗡啊，嗡啊，嗡敲敲。因为我们总是在动中啊，而且时时刻刻脑袋都心猿意马，现在妄念纷飞，所以真的需要动中禅定。结果会怎样？师父，你的答案几乎是呼之欲出了。哦，就可以止观吗？不是可是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没有直接要害，就太空泛了嘛。止观是一个名词，太空泛了。来，动中禅定，动中禅定它一定指向要你成就一件事嘛。嗡阿让恰爪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动中禅定就是24小时在入定当中啊。谢谢你又对我传教。不是啊，因为我觉得我是24小时都在禅定当中，没有错。他要成就什么？他要成就动静一足嘛。这讲过几百遍啊，还无。这个无一直
如平等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动静一如。而且我说你答案快要出来了，为什么你说哦？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啊，心猿意马、飘动啊什么，这不就动了吗？动中禅定是要让你达到动跟静是体悟它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因为你以前都不诵经嘛，你以前都不诵经，你如果不诵经，一切都免谈。就像蒋日华这样子，你看师父就好了，师父这么忙，师父坚持每天一定要诵经，对吧？这种精神你一定要学嘛，对吧？我有一天我有感而发，我跟蒋日华讲，我认识你30年有了吧，因为我是1997年回来的，啊，现在几年了？1997加3年就2000年了。嗯，是1997啊，对啊，1997，2023，26，嗯，对，26，对。然后你看，我认识蒋日华到现在26年，然后。这26年师父的蜕变，你看，从一个在家的居士，走向出家，弘法立身，没有一天休息啊，没有一天休息。在紧张忙碌这么忙碌的出家生涯里头，师父攻下2个硕士，一个博士的那个候选人，那你呢？对吧？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从2014年开始，觉轩每天都播出。每天每天，所以为什么能够成就觉轩在中国大陆的阅读量可以高达600万？你们有看到那个600万的，那个图档嘛？还有一个证明文件说我们已经601万了，对吧？为什么？从2014一直到现在10年了、啊，你看从。这 total 26年似乎没有停下任何脚步，救了多少人，包括他自己的妈妈，对吧？救了多少人？似乎如何维持一无所有，始终的一无所有？你们眼睛糊涂吗？有看都没有到，根本不看不学，不看不学代表什么？共高我慢嘛，对吧？不是标准的共高我慢吗？26年过去了，他依旧是孤家寡人一个，对吧？可是师父已经做了多少事啊？每天一本书这样子啊，这样子还可以，师父多忙碌啊！所以为什么师父不可能有时间睡觉嘛？对吧？我的艰辛，我相信透过忆往昔的图片啊等等，你慢慢的会体会到，师父不是普通人啊，绝对不是普通人啊，你要知道。但是你们学了吗？我没有看到你们学啊，我没有啊。哎、欸，你们哪一个人说你有学的？那即便学那么一丁点也好了，你就举手给我看看嘛。有人有学吗？你们都没人学哦、喔。啊，下课了。你要学啊，特别你如果有困境的话，就更应该要学。你的困境一定是在师父的加持之下会解决，问题是你没有福报，我怎么给你加持啊？我问你啊，这就是为什么要逼着你要去转发，要去行善，要做各种的善事，因为你没有福报，我也没办法，我拿你没办法，对吧？所以一定要啊，一定要诵经是积累福报最快的，不用钱。师父用的方法都不用钱，对吧？你有诵经，你就可以马上快速的感知到我的困境，是在缓解当中。我越来越遇到的都是贵人，而不是小人。一定要诵经啊！你不诵经，嘴皮讲烂了都没有用啊，都没有用。师父26年能够展现这么强有力的度化的力量。基本上还是立即在诵经嘛，我一天也没有放弃过，我还要每天要放生。你们呢？你们叫什么叫嘛？对吧？我都觉得你们
太可耻了，不是吗？整天叫，哎呀，我没时间，哎呀，哎呦，我先困死了，对吧？然后那个阅读量，什么，全垒打以后就哇一路下滑，通通都在睡觉。所以孝忠先立跟尤娟有什么用？你们一整天都在睡回笼啊，对吧？这种没有办法有成就，而且你的困境会加大，特别你要开刀的人，你一定要坚持诵经。你有诵吗？昨天跟今天有。好啊，明天呢？我很有感觉，我礼拜五那天早上没有诵经，就觉得怪怪的。然后我就觉得怪怪的，我就觉得晚上一定要诵，一定要诵大经。对。我有觉得我那天比较正常。诵经真的很重要，我有，因为你诵经，很多人很呆啊，说还要去大庙啊，大庙拜拜，你大庙拜拜要干什么啊？对吧？你诵经，菩萨自然在你旁边守候着你，你经本一打开，护法神立正站在你身边，不敢动。所以我们诵经诵到一半。没时间，继续送，可能要去煮饭了。你一定要把经本合起来，让护法神去休息啊！你要知道，所以你要拿到很多诸佛菩萨的护佑，诵经最直接嘛，不是吗？你还要到哪儿去拜拜啊？这可笑到极点啊，对吧？这个人还没有认识我以前，诵经说要去行天宫送啊，可太莫名其妙了，对吧？太莫名其妙了。对嘛，所以你一定要跟对人啊，你没有跟对人的话，你义理不够深化嘛，是不是？所以好，继续。一行三昧给初期最重要的是这条箭头帮助你转化，所以为什么师父苦口婆心要你们练习直觉思维，是帮你转化嘛，你思维转过来，你上去才有可能。这边我拿不到合适的图档，这个我就是要代表终极本质。终极本质，它有很多名词啊。终极本质，无我、根本智、根本空性、实相、根本智、无作智，这都是，无为法、平等大会、如如不动，通通都是在讲终极本质，就是这一章。很重要的是在这里，从这边是有相培福，转成无相修慧。你看哦，第一招你一定要练习思维拔高。你要练习思维拔高要怎么做？你要从直觉法进来嘛。你没有用直觉思维，怎么进来？思维拔高啊 ，Penrose 那个英国的那个科学家得奖的诺奖得奖人，为我们发现那个灵魂不死的那个，他那个影集里头就有讲到说。只有直觉思维能够触及终极本质啊！你要讲这么清楚啊，对吧？训练你们半天，你们也不讲话，对吧？思维要拔高，你思维拔高的好处是什么？你能量接下来就提升了，然后你的智慧会彰显，智慧会彰显开来，你才有可能果位升起嘛，对吧？哎，你们对这张图有印象吗？你们对这张图有印象吗？有哈，对，然后都没做嘛，对吧？因为你太鄙视它了嘛，你认为这不重要嘛？这张图有印象吗？这张图有印象吗？你在没印象的话，你真的是要去好好的反省了啊。这张图你看，这里有相因果律，就是上一张图的前世今生那个因果律，那个就是最低的有相培福啦。有相培福，你看边行善边造恶，有相培福，忏悔，诵经念佛持咒，持戒的建立，但是没有深化哦。到这边。你需要用直觉思维来帮助你超越二元对立，从有相培福拔高到无相修慧，直接会触及
终极本质高能量的门户，你只是在门户而已，你只是在门户而已。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因果律里头，你永远永远就不可能嘛，你就没完没了嘛，天天行善，天天造恶嘛，那种日子基本上没有意义啦，真的。你在学佛听课听多少都没有意义啦，所以你一定要思维要转化嘛，你才有可能超越二元对立，从这边开始要攻入终极本质的高能量的门户。第一关阿罗汉拿到的是700能量阶，超越二元对立，进入终极本质。为什么能够进入终极本质？他因为思维转化了以后，去见惑跟思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再解释见惑跟思惑啊。我想我还是解释一下，免得你们又死背哦。见惑或 delusion of view， 见解，见解的迷惑。所谓的见解的迷惑是什么？别人所立的见解或教给你的见解，你从里头去染着，变成是一种迷惑嘛。思惑是什么？Delusion of thought， 是你的思维有错误啊。一个是别人的见解，你拿来用的时候有错。思惑是我自己的思维没有超越二元对立，所以我有可能到了阿罗汉，我还是停留在二选一嘛，对吧？那阿罗汉呢？你拿到700能量阶以后，继续在上升，必知佛。去见惑思惑的习气，你的能量阶又进了一台阶，800能量阶。这个时候你开始彰显智慧了。再来到菩萨，你看吧，思维拔高以后，你能量才有可能提升，然后你智慧才有可能彰显，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是他们的果位一直在上升了，对吧？那个菩萨的阶位，他是去沙尘惑，所以他可以达到900的能量阶，果位继续提升。来到这里就是佛圆满合一。这个圆满合一代表什么？我以前我有讲过，是指宇宙原初，宇宙还没有生成以前，你已经回到宇宙原初的圆满合一，那是能量最高啊。你从700攀升800、900，到这里叫做1000嘛？这个是 David Hawkins 为我们所做的能量级别表。David Hawkins 他是精神科医师，但是他这个能量级别表是跟量子力学家一起做的。他把人心的投射，能量的投射。规范在一千的能量阶，这个一千还有它的单位是乘以100赫兹，是这样。所以这700的能量阶是代表700乘以100赫兹，以此类推。来到这里，为什么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有无相生？你可以转化你的困境成为顺境？为什么？你看嘛，你的能量从700晋升到800到900到最高点。你不转化都不可能啊，你是根本不用吹灰之力你就可以转化，多重要啊。以前这张图播了几百次了，你们嗤之以鼻，根本都不看，对吧？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在看你们的东西啊，对吧？你有从这张图去拿到它的精要吗？没有。然后你不看不学，都没有落实践行嘛，对吧？所以我来这边教学教了，我从去年12月到现在了，8个月了，对吧？我没有看到你们在践行上，有进步。除了张兆麟跟张明正开始在诵，例行了，每天都有诵，每天都有诵。那这个例行的功课，其实每一个人每天都得要缴功课啊，对吧？进来觉一轩就是你功课一定要做好，所以觉一轩为什么呢？阅读量这么轻易，他能够，
你们什么一个小时跑多少？80是吗？从25乘以4，100，全轩一个小时要跑2000啊！谁在鬼叫啊？没有人抱怨啊，每一个人都是看着别人努力在耕耘，然后自己跑不来就问别人，我该怎么办？陈静秋医师，他如果轮到他看门诊，一整那一个早上是没有办法使用手机的，他都挂铃，他心甘情愿被我记罚，因为他就是没办法，他在看门诊没有办法用手机，人家是这样心甘情愿，那你们呢？一点点就鬼叫，哎，你是叫什么叫嘛，对吧？太可笑了，你应该要看看觉一轩呐，真的。大家好，这个看这个有一个新的感触，就是你看像我们的定课在忏悔诵经念佛持咒，这还在有相，这是非常有这是基础课程，对，这是基础，我们现在连基础课程都没有，那再来要进入高能量的门户是思维的提升，对，法师现在的所有的回应文，所有的课堂报告，事实上训练的就在这一块嘛，就在训练你如何去超越，就是要思维的提升。所以事实上这个是要两个配备嘛。对，那我可是你看上课一直都连这个都进入不了，连这里都没有。我一直讲，你们没有办法进来觉一轩，那你可以在轩外跟着觉一轩的训练节奏，觉一轩每天晚上22点。每一个人都要忏悔，而且你要把你的忏悔内容提交出来到他所属的群组，师父就会去看哪一个人发生困难了，我要怎么替他回向啊，等等等等，乃至于很严重的我要介入去处理啊，对吧？你没有忏悔的话，你负能量不可能出来。你们有忏悔吗？10点了，睡觉去了，对吧？你差太多了嘛，不能这样子啦。你只要学止观要干什么，你这些功课都没做的话，你止观也不可能有成就嘛，不可能啊，对吧？这么重要啊，对吧？一定我强烈的鼓励你们一定要做功课啦。你没有例行的功课没做的话，是这些课老实说都白搭的。好，八四规矩诵，我今天要讲，就是第三句，对，哦、，sorry， 应该是这一个，我应该把这个标红哈，我忘了啊。恒省思量我相随，这是第一句，有情日夜正昏迷，所以蒋若华你就是有情日夜正昏迷了，天天都在那边昏迷，在那边，哎呦，又好困哦，又好困，我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这么能睡啊。你要诵经这么能念，我就佩服你，对吧？哎，他妈妈是病人，一天六部药师经呢，一天六部哎，白天他还要去上学上老人班呐、啊，人家回来以后开始诵药师经，你看他多活了21年了，他现在84岁啦，对吧？所以你看，如果你有看那个起死回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个极重要的重点。我跪下来，我知道他妈妈这么严重了，然后因为我去政大上课嘛，回来以后，我警觉到他这个案子不单纯了，所以我就跪下来跟药师佛祈求说：“弟子圣贤代替郑美丽，向药师佛求忏悔。”郑美丽过去颠倒妄想，造作错误，所以感召这么强大的那个重创。现在我要为郑美丽发愿，请你注意到这个发愿文，我要为郑美丽发愿，用她生命好转的奇迹示现给众人看，然后。帮助所有苦难的众生，你看嘛，我的发愿是：郑美丽好转以后，要用她生命好转的这个奇迹，示现给大家看《药师经》的不可思议。
然后从这边去，帮助苦难的众生。我到现在我还在朝着这件事情在，帮助郑美丽啊。他的手没办法写字啊，因为他是撞到左脑，右手右脚全部瘫痪。他的什么一二三四，谁教他写的？我教他写的，抓着他的手，每天这样子一笔一画这样子这样子写。他刚开始也不会念，因为他那个左边撞过来，他语言区全毁嘛，完全不会念了，对吧？一直到现在，他每天可以诵六部经。他去上老人班，那个是天主教的修女会，他们都要念圣经，他去了都劝人家念药师经，是不是？他有做到啊，他有，大家也知道说，说那个什么，郑美丽重创以后，是师父救他起来的，所以修女会有人来参加我们的台湾选粉，什么？年护持方案呢？有哎，修女会来参加啊，因为他觉得这不可思议啊。然后他看郑美丽这么勇猛精进啊，对吧？每天没事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诵经啊。哎呀，强过你们嘛！所以你看师父的愿力，他都照着做。也许郑美丽他不知道，我这个愿力要他这样做，但是他就自然而然，他就是这么做。对吧？他好转起来了，大家都看到他是用他的生命奇迹，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他自己勇猛精进。哎，他病人一天要六部药师经啊，那你告诉我，你有一搭没一搭，连一部药师经都念不了，那你该怎么说啊？今天恢复三部了。哦，今天才三部哦，也不错啦。但是你不能有一搭没一搭啦，对。一定你要想到郑美丽嘛，对吧？郑美丽以前面相多惨啊，她以前很有钱去白金汉宫前面拍的那个照多丑啊，哎，那根本就是下地狱的那个面相。她重创回复以后，我们帮她拍的照，哇，那不得了，那饱满了，整个面相都完全改了，非常饱满，然后抱着蒋文斌的小女儿，刚刚出生，可能两三岁吧。哦，那张照片跟以前去白金汉宫一对比，大家都想修行才对，不修行太恐怖了。郑美丽有钱要干什么？对，没有用啊，真的没有用。李文有钱要干什么啊？所以你要发愿，一定是要这样子发愿。用自己受苦的经验，我好转起来以后，你们财苦也是一样。我的财苦好转了，不要等到全部好转，你慢慢好转，你就要展现你好转的那个生命力。用我的经历，我创造的生命奇迹去照顾所有的苦难众生。你这个愿发了，我才不相信你，你的财苦，会缠身那么久。没有办法好转，虽然你们是已经逐步在好转，但是离我的预期还是比较遥远嘛，对吧？所以这个发愿很重要，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经历。好，四祸八大，我本来是要考你们，但是没时间了。四祸，意思就是说，那第七识里头，因为你整天昏迷不诵经嘛，对吧？然后你又横什么，既横又省嘛，对吧？所以你就感召非常多的defilement， 就是惑业，来聚集在第七阿陀那识、摩那识，其中四种迷惑，痴爱见慢，你不要我吃我爱我见我吗？你要背到什么时候？你要有方法嘛，对吧？痴爱见慢。好，然后八大，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的话，你看我先把它念一下。八大指的是八个大随烦恼，有哪些啊？不相信这个，像他爸爸什么都不相信，天不怕地不怕，前一阵子要开刀了又很害怕，对吧？这不是很可笑吗？对吧？时间还没到了，等你要去见阎罗王，我才不相信你不怕。不信懈怠，
思念这个最困难，懂？放逸无度，你们就放逸无度，昏沉嘛。蒋露华是代言人嘛？调举是师父讲过啊，调举什么意思啊？散乱？不是，不不不不，嗯，不是不是这样。那哪一个人要来解释一下调举？心高挂起来，不安心，害怕。比如说，所以叫吊举嘛，把你吊起来，举在半空中啊。就比如说吧，嗯，你现在要教学嘛，对吧？可是，那个，时间又快到了，因为你要什么？你要经营阅读量啦。这个时候你就陷入吊举了，不安嘛，对吧？我们呢，禅坐止观的时候也会陷入吊举，这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初学的人很容易产生吊举，吊举嘛，心没有落实嘛，害怕紧张。这个吊举不是普通的紧张焦虑压力重重，不是，是被那个心被抓起来挂在空中摇晃摇晃，你害不害怕？自然害怕，这就吊举嘛，对吧？不正知不正见散乱，其中这个思念最重要。心散乱，所攀缘的每一个境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心所。比如说，我心散乱到我明明有看到这个电风扇哦，但是有看没有到，没有进来我的心所里头，所以代表我眼睛浮混，根本就是有看啊，明明有看啊。但是没有进来啊，这叫思念。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必然有嘛，讲的话最多了嘛，对吧？找什么找什么找什么，就在他眼前他都看不到嘛，对吧？这不就思念嘛，对吧？那是因为心散乱，极度的散乱。好，那这有八个大随烦恼，那个为识就把烦恼一个烦恼两个字，他划分了多少个啊？几个啊？八个啊？八 ？No， 不是，你把八加四就不对了。八个是大随烦恼，他有中随烦恼、小随烦恼啊？几个？什么三十二个？二十个。小随烦恼几个？到底是，然后呢？中随几个？对，中随两个是什么？无惭无愧，无惭无愧。对，好，好。现在师父要讲一点经文哦，因为我要来验证我刚刚讲的一隐多隐，全部都是一面镜子而已，就是阿赖第六识。他说：“广慧啊，阿陀那识为依止，你要依止阿陀那识。第七识以第八识为依止，为见律故，用这样子的因缘来建立的话，六识生，看到吗？他强调的是第六识，他这一段经文都要讲第六识。六识生转为眼识、耳鼻舌身意识，这样子六个，此中有识眼。”其色为原生眼识，这什么意思？我边讲啊，眼，我们这个器官眼根嘛，对吧？然后去抓取色，就是我所看到的，不是颜色啊，是物质。抓取立扇，抓取佛桌，抓取香炉等等。然后我一抓取的时候，那个眼识，那个。第八阿赖耶识那个识马上就朗现出来了，就朗现出来了。那所以，但是如果思念的状态，这个能不能朗现出来啊？怎么知道？刚刚讲的失恋，失恋不是思念，失恋啊，思念。那个思念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朗现？
那个相关的眼识，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有讲嘛，其实你有看，但是你没有进入心所嘛，就是你有看没有到嘛，对吧？他说有识的话，有耳鼻舌身，这当然有眼嘛。他先以眼为例子，眼耳鼻舌身，它的对境，它的相对的 object 是色声香味触嘛，色就是对着眼嘛，对吧？他从第二个开始，色声香味触当作一个嫁接啦，就是一个姻缘嘛，对吧？啊，就是你用眼耳鼻舌身去看到的相对应的色尘或色境，那你然后你才会那个事才会朗现出来嘛，对吧？然后就会这个当缘，缘就是条件嘛，你没有这个看到什么来当条件，你的事会朗现吗？不会朗现啊，你就会生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与耳鼻舌身识，通通都随行了。你就跟着一看到，马上相应的事就起来了。同时，你看红字来了，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就是你在看的同一时间点，同时 simultaneously 同时呢，我看到这个立扇，我看到它的时候，是我的眼根接触到那个色尘立扇，这过程当中，第六意识分别识马上串起来，来帮我分别啊，这是立扇，这不是小电风扇，这样可以懂吗？是同时同境的 ，simultaneously 同步的，而不是我先看到这个立扇，然后再把这个信息 pass 给第六识，不是，他要强调的是同时同步同境广会。若于耳识以眼识转，其于此时唯有一个分别识。注意到，他说：“广慧啊，我告诉你，就是在眼识在看的时候，其实只有第六意识那个分别识在运作。好，这还不打紧。与眼识就是升起来的眼识，它是同行的，同步在运作。就是我的眼根碰到。”那个相分立善升起眼识，中间有第六识介入，这一个动作是同步的。他要强调的是这样。若于耳识，如果在那个时候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识伸转，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就像吃饭，陈明玉举的，吃饭的时候要用眼，还要用第二个是什么？要用耳，因为蒋露娃老在旁边讲，哎，那个不好吃，你别拿那个。那第三个就是，你要你要舌嘛，你要嚼嘛，对你嚼的时候又有香味。第四个嘛，第五个你就是身体要吞咽嘛，对吧？这一连串都跟着来了。他说，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看到吗？这个你虽然二三四五十。都起来，但是你分别意识始终只有一个啊，而不是我看的时候一个分别意识，我吃的时候另外一个分别意识，然后我闻的时候又一个分别意识。他要强调的就是说，始终只有一个分别意识，就是第六识嘛，对吧？与五识身同行所转嘛，这样可以懂吗？可以吗？可以啊。就用吃饭，特别好，举例举得特别好。广慧啊，以阿陀那识为依，是同一个人。哦，说明，示意，对。广慧啊，以阿陀那识为依止所建立的因缘，六识才能够升起。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前六识，六种表层心识。这六个是不是都在荣格那个心理学的那个海平面以上嘛，对吧？海平面以上就叫做表层意识，六种表层
心识所应该升起的现实的作用是这样子在运作的。第一个，你要以眼为例的话，你第一个要先依附眼根嘛，以色尘当作条件，缘就是当作条件，色尘就是matter 有物质性的，佛像也好，立善也好，佛桌也好，就是这些当作条件，就是你要去看它嘛。你看到以后不是失恋，你没有失恋，它自然就升起了眼识，同步分别功能的第六识也一起被你带动起来。你看到，然后升起了眼识，同步第六识也在里头。同理之，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它的对境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吃饭这些都用到了。生出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并且与六识是一起活动的。那这个六识只有一个，因为你六识不可能有两个嘛，对吧？这样可以吗？好，以下更值得注意的是六识的活动，在同一所抓起的条件的这个境界上，有第六识分别意识。第六识就是分别意识了，加入一起活动。如果当时只做眼识活动，则只有一个分别意识跟眼识一起活动嘛，对吧？到这里可以懂吗？就是我看到这个立善，眼根看到色境，对，然后升起我的眼识，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分别意识同时也加进来，同步。如果同时有二三四五个事一起活动，就是吃饭的时候，又要听，又要吃，又要嗅觉等等，一起活动，这时候也是只有一个分别意识跟五事生在一起活动。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清楚，否则的话，到将来真的进入那个分别瑜伽品，在修止观的时候，你是雾煞煞。我不骗你，所以我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宁可这样慢慢讲，你根本不用担心嘛，进度是我在掌握的嘛，对吧？可是你这些都不清楚的时候，我讲到分别瑜伽品的时候，我特累，因为你全搞乱了，对吧？我宁可这些细节你该懂的你要懂，而且你要真正清楚的懂。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吃饭的时候，你就要去觉知哦。我现在吃哦，我现在咬一口啊、哦，这个时候分别意识、第六意识也在里头。我现在在看这个菜也在里头，你要去体悟嘛，对吧？这就是践行嘛。再来第二段，广会，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源现前，就是有一个大海浪当作源，就是条件，现前拿给我们，然后，只有一个浪在转。如果有两个的话，有两个海浪的话，那就有两个多浪在转。我讲过那个国外的大海，那个浪很高打过来的时候，同时卷起来好几个浪，那就是多浪转。然此。瀑水就是瀑水，就是瀑布的水嘛，自内横流无断无尽。瀑布，你看吧，你说，小瀑布，我们说，哦，它很小，它的水只有这么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我们说它是一。那尼加拉瓜大瀑布这么大、这么大，你说它是多少？是一，为什么？为什么？它当然是一，因为它永远是这个方向下来嘛，它当然是一啊。浪不是啊，浪是这样子翻转，这样翻转的，不一样啊，对吧？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例子举得非常的好。然此瀑水自内横流，无断无尽，没有终止。尼加拉瓜瀑布不会终止，就像我们的念头，哪一个人有讲到这个念头啊？科学家哪一个人？就念头相续，
念念相续，科学家谁 ？Planck 他说，他说什么 ？The matrix of the matter， 心是物质的母体，其背后有念念相续的意识，念念相续才构成意识哦。所以意识从哪里来？意识从哪里来？你告诉我啊。心念，对，你为什么不大声？是心念，意识就是你心念组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意识的时代，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意识从哪里来啊？心念而来的，心念而来的。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学直觉思维？你没有直觉思维的话，你怎么知道你的心念现在停在眼识、耳识还是哪一识？你不知道啊，对吧？好，又如善镜，又如善镜的镜面，就好像擦干净的镜面。如果有一个影子升起来，当作条件来现前的，那也就只有那个影子。可是如果有两个、三个、多个影子现前来，就像我的镜子一样，有好多个影子，多个影子起来。他说，这个镜面转变成为。镜子转成为影，然后他说：“无受用灭镜可得。我”我解释给各位听一下啊，下一页。师尊举例说明一个大瀑流。有一个浪升起，但是我人见到一浪转的时候，就有两个或多个浪会升起。根据这一点，意识相当于瀑流的水，瀑流的水永远是这样子而已，这样，从来不间断。他说这是一，至于眼耳鼻舌身等，这是叫做浪转，它是多嘛，因为它同时进来嘛，对吧？我讲过啊，对吧？我现在看这个立扇，同时我又在吃饭啊，然后我闻到饭香啊，所以除了第六意识以外，其他眼耳鼻舌身等，这些都叫做浪，是多。同理之，就好像一面镜子，一个镜影是由一个镜子升起来的，你没有镜子的话，不可能有镜影嘛，对吧？多个镜影仍然是同一个镜面升起嘛。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拿一个镜子，假设这个是我的镜子，然后只有一个镜子啊，我一下照这里就照到，翁翠萍，一下照这里就照到张明正，一下照这里，所以那影子是不断在切换啊，对吧？可是镜面始终只有一个啊，它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在变换的这个就是。眼耳鼻舌身，那这个呢？对，太好了，给他加分两分，太好了，第六识，对。所以他说，虽然是多影，但是还是同一个镜面升起。中论是我自己下的，无论是心性的相，还是法性的相，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啊？对，心性是指着这个，这里是指着阿拉耶识，由阿拉耶识投射出来的相，还是终极本质下滑变成现象界的相？他说，基本上他们是一，或者是多，是人性、法性，必然是一了。其他的，衍生成为相的话，那就是变成多，对。所以师父的标题才会说一影多影，息是一镜面嘛，对吧？应该没有了哦，竟然还有啊！哦，对，这个很重要，这个我特别加的。什么叫能言定？能言经你们有在念吗？没有哈？
楞严经将来也是我们要讲的，还有楞伽，楞伽跟楞严是两回事。楞伽经是达摩祖师东来以的时候他带进来的。楞严经有讲到二十五圆通嘛，对吧？今次就是现在我要阐述，借由六十聚集在前五十一起发挥合一相应的功能，是为六根圆通，这就是楞严定的一种。所以如果你说你来上师父的课最主要是要专修止根止观，我给你赞叹，但是这一招你要学会的话，老实说你的止观就轻而易举。这个你每天都可以做的啊，六根圆通就是眼耳鼻舌身，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去观想，我现在在吃第六识进来了，然后我现在在闻，第六识进来了，然后让它重点在这里发挥合一相应啊，他们要合一和谐工作相应，没有让你起烦恼，合一相应的功能，那么这个就叫六根圆通，就是楞严定的一种。根器的圆通都不是用眼耳鼻舌身去见去听，因为你根器就是你的器官嘛，眼耳鼻舌身的圆通重点不在于去见去听啊，你去见去听你自己就搞乱了，对吧？一下要去见去听还要去吃呢，对吧？你自己就乱了。所以他这边传授了，我不是他，我了，我这边我传授了六根门头，就是六个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拿来抓取色声香味触，那这就是第六分别意识，必须要做出个别跟六识相应，就是你要很清楚，我现在在吃，第六意识在里头，我现在在看，第六意识在里头，我现在在闻，第六意识在里头，你要抓出来个别的跟第六意识相应，你要训练自己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是不是打混乱的嘛，对吧？这必然有成就六个识的危言耸听。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人家就会讲说，哇，那有六个识吗？管吃的一个识，管闻的一个分别识，然后管那个吃饭的时候眼耳鼻舌哦，还有香味呢，对吧？又一个识嘛，就有六个吗？结果他说，如果有六个的话，那就叫做不圆通了。结论是什么？六个必须由一个分别意识统筹，你才能够得到成就。这样可以吗？就是六个眼耳鼻舌身意，你要训练自己由一个，而且要深刻的了知，是由一个分别意识在统筹你的吃喝拉撒睡，就对了。这样可以的过程。请问师父，我们是不是在自我训练的过程里面，先要能够分别这六个意识是怎么做，然后再习惯了以后，再把它是总和一个感觉？哦，你这样子就不行了，你这样就不行了，是因为他讲啊，同步同境有没有？我有一张石台上面用红字写“同步同境”，就是眼耳。我在看的时候知道，第六识进来了。我在吃的时候，明显的知道同一个第六识，也在帮助我和谐这件事。我在闻这个菜香的时候，告诉自己这还是同一个第六识。这样你懂吗？我想你的问题是这样子，我的眼根要先去抓取一个尘，色境或者是色尘嘛，对吧？要抓取这个，还是抓取这个，还是抓取饭菜啊？这个应该不是太困难吧？你看到的就是你的对境嘛，就是你的，你是主观嘛，它是客观嘛，它是被动，你是主动去抓取它，它是被动被你抓取嘛，对吧？你有主动跟被动对接才升起识嘛，
对吧？才升起十啊，你否则你十怎么来啊？十是本来就在那里，里头有你的造作的种子满满的，但是它没有朗现出来啊。你要看到这个，这个立善眼识就升起了，就朗现起来了。那你要听到师父讲话，耳识就朗现出来了。你没有经过听或看的话，你那个眼识跟耳识不会朗现出来啊。你这样懂吗？你有点混乱，对这个程序不够清楚。你要升起那个识以后，然后告诉自己说，这里头就是有唯一的一个分别意识，第六识，没有第二个分别意识，就是这个分别意识要帮我管吃喝拉撒睡就对了。我所有的主观碰到客观的时候，他都参与其中，始终只有一个分别识，始终只有一个，对，不管你是吃喝拉撒睡，他就是来参与你的只有一个，对吧？好，这样可以哈。你还有一个，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来跟大家分享，我是一个念头，就像八爪鱼。这个就是第六识，那我这个爪子一伸出去是同时，可能眼耳鼻舌身一伸，但是我第六识是同时跟他做反应的，对，同步，对，同步，你只要想这样子就是同步，对，我现在是伸，我是眼，对，这个例子非常好，八爪，八爪，你可能眼耳鼻舌身啊什么什么这些外界的器官，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我就碰触。但是我偷偷这个八爪鱼就是第六识，我一定是第六识。第六识介入所有你的，现象界的活动。对，这是我直觉的。这样够清楚吗？他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对，好，应该就到这里了。那这个就还是没有时间讲啊。所以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很多人。哦，非常重要，因为不会有人把那个第六识讲得这么彻底，对。